场特别的贵宾，此事呢据说稍后也会出现在维峰广场各个楼面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要的百货界的高手哈，欢迎四位经营团队的登场。大家好，我们非常高兴大家来参加第十六次的维峰之夜 Breeze Night。 今年的主题是经典纽约，今天晚上我们准备了很多独家产品及活动，希望大家可以玩得开心。那今天天气很好，大家把我想的话都快要讲完了，排在最后一个讲话都快要词穷了，但是还是希望大家等一下进去里面买得很开心，然后真的有很多优惠，然后今年的业绩是希望达到的是13亿，那我们等等就进去一起创造新的奇迹吧，谢谢。